个时间段之前啊，你有没有按时服药？没有，因为我母亲在贵州，我母亲有一段时间不服我，结果我直接跟她讲，我说我贵阳有需要的。定罪方面，我认为我不具备故意杀人罪，因为我当时的精神失控，完全没有想到要会有什么后果。我有罪，这一点我无可否认。放火的时候，我并不没有想到会有会连会烧到其他的房子。我的原因是因为想自杀，并不是要故意放火。